你给我看看这到底官资多少钱？这是俺未来老公给我的，他说的是他家传家宝，但是我搁网上看了，这只值几十块钱。你给我看看他到底官资多少钱？三块北洋龙，您是在哪查的？他值几十块钱啊？我搁网上呀。那你该说的是工艺品医院，他可能就一个银价吧，几十块钱，甚至连银都不是。但是我看你这个，这可不像工艺品医院啊。你刚才说这跟哪来了？这是前两天我跟那个男朋友不是准备结婚了吗，这不都是俺未来老公吗，上他家去见家长去了，然后等于算是俺准婆婆啊，俺准婆婆给的见面礼。一般给见面礼的话会掏一个双数啊，不会给单数吧？哦，实质啊，我结过婚，我是二婚，然后给我还有两个孩子，俺仨一人一块儿。哦，二婚一人一块儿。对，那你这是来干啥？我过来叫你给我看看他到底管值多少钱啊，因为你这见面礼人家不得给拿个红包干啥的吗，对不对？你这给我三块这我一查几十块钱，你还给我说是传家宝，你这不是忽悠我了吗？你万一要是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别说值几十，你都是值一两百，你这也太夸张了。你这上去上准婆婆那去他家里见面去了，你咋都不得给个万二八千的吗？他家不会是没有钱了吧？我带着俩闺女可不是过去受罪的呀。你说这下个彩礼总共都下了38万，可都没有钱了。我搁村里面原来都打听过了，他家条件还挺好的。我问一下美女，你二婚现在也38万彩礼了吗？咦，我跟你说老板，你不懂，你知道村里面现在小妮多少吗？都根本都招不住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虽然说我是二婚哈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挑了十几二十个了，这是我经过精挑细选挑出来的，都是看到他家里面条件还可以。你以为这现在男的二三十岁，你说结婚好结吗？那也不好结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二婚女的可吃香了。老板，你赶紧给我看医院吧，你看看他到底值钱不值钱。要是真不值钱了，我还真不能给他愿意。我带俩孩子，我可不能过去受这个罪。好，我给你整体看一下吧。刚才那老公说的是传家宝，对，这确实不假。你刚才说的几十块钱，那是属于工艺品医院，不是真医院。你这个的价值可不是几十块钱的事儿，你这壁面包浆都没有问题。而且我刚才看到一个板，我给你仔细看一下吧。好，首先看这个吧。你这个是北洋龙，暴龙鳞，高额头，流通痕迹非常少。这个保存的确实不错，确实应该是经营保存的。然后看这个吧，这一个的话板在这里。首先你看这个位置没有，这个位置是长尾短运板，一般是长尾龙，这是长尾龙会配长运，短尾龙会配短运。你看你这个位置，长尾配的是短运，然后这个长尾短运板比短尾稍微贵一点，也算一个板吧。长尾短运板这么分别吧，第一你看字的这一面用的是这个三角内饰，这就是小纸龙的字面，而且它有暗记，像这个位置小点，还有这个位置，还有平上方这个位置也有暗记，还有二上方也有暗记。背面的用的是大字版的龙，这么区分吧。首先内饰大字版的龙呢，它呈长方形，然后小字版的龙呈三角形。其次呢，它两个眼珠也不一样，你看这个眼珠是实眼龙，然后这个呢有凹陷，属于凹眼龙。这个也算小板，然后你这三条龙的状态啊，我看了都非常不错，我保底给你估计10000多块钱是轻轻松松的。哦，那还差不多。你哎，老板，你说这医院都能值钱吗？我看他家的黑屋好多了呀。是的，这两年的话，医院确实比前两年涨价了一些。哦，那你要这么说，他医院本来都是要作为传家宝传下来的，那赶明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得给他加一条，叫这医院都得给我，要不然我不能给他轻易的结这个婚。是这样，美女，你像人家已经给你出38万了，我感觉这个见面礼给的也挺好，对你的诚意非常重。然后这个结婚啊，毕竟是两个人要走一辈子的，你不能光看外在，最重要的还看这个人对你怎么样，还有这个人的潜力怎么样，这才是实在的。嗯，好，中，那好，那谢谢你了哈。你这样，等一下我给你拿几个小盒，你把它装进来。你这个流动痕迹非常少，你别可来可去，哦、到时候品相破了之后啊，会降价。哦，好，中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